赶快啊！可是我们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唱啊，你的歌。我不敢唱。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每当我，每当我的时候，每当我我的人生，每当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卖拍谁嘛？这首歌是一个，我不敢唱嘛。就是为了那个，因为最近常常有人被告要上法庭，你必须要答辩。答辩。哦，我真的很喜欢答辩。还有很多别的意思啦。你先唱答辩嘛，你先唱答辩，大家就试看看。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哎，你都没有唱出来，我有唱。就训练小朋友从小到大要法律的概念，得功要答辩对答自流。可是你还有那个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非常的佩服很多立法委员，每天没事干就是在打扁，打扁，打扁，阿扁啊，看了就袂爽，就带你甲拍，打扁，好，打扁，打扁，好 ，OK。